的片段越来越多，有人赞有人骂，其实呢看待他们的这个眼光呢，咱们可以再客观一点。港星杜文泽最近成了红人，因为他接拍了一部情色片《三 D 豪情》，这次还三天两头发剧照，各种和岛国 AV 女优的亲热画面，其中一条凶袭片段更是让众多宅男寝食难安。